OK Taco 和我们祝大家新春快乐，2020年要有数不尽的幸福哦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炖了7期49天的汤，再加入108克盐就好了，完美。 OK 爸忙了一整天，给我们烧了一桌的好菜。哦，有红烧肉哎，里面还放了我最爱的鹌鹑蛋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，我已经老塞好水了哦，辛苦 OK 爸啦。大家都吃了没？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吃饭哦。我最爱吃螃蟹，你呢？我爱吃白切鸡和空菜，我的最爱。快饭啦。都吃年夜饭咯。两个人应该两只狗。你们也坐等开饭啊。我看好乖呀，今年静静的在桌边等，没有趴桌子。我记得去年他绕着桌子跑了一圈，馋涎着茄汁大虾。No, 茄汁大虾跟你有关系了？口水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，口水鸡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能吃。出现了，饭桌上长了一个狗头。我快说，我够不着，帮帮我！你们都不能吃这个。我看你想吃哪道菜？你最喜欢谁？小哥，你最想吃哪道菜啊？我看你怎么狗头出来了？做好了。好啦，我们准备吃饭啦，你们两个乖乖的哦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，岁岁平安，大吉大利，见个碌蔗望到飞起，必到流油，升呢发财。耶、yeah. 不如给大家放那个歌叫什么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。